瓷器呀、真正的为佛教呢，在国际间呐、把佛陀的圣诞让人人看见呐、这就是宇宙大觉者在人间觉悟啦，宇宙天地间的真谛，走入人群呐、这对世间相与我们的身心理相都是很有帮助，给我们人间引导一个方向。这一位大觉者来人间呐、是那样的那样的光明啊，佛陀轻轻一点，我们呢要开阔的接受，因为像水莲一样的，只要一滴，我们要让它开阔来，让我们更能理解了人间事理相。所以值得我们来每一年的这个时刻，以佛陀爱的能量这样的精神与法传，看到了印尼很盛况，有5000多人哦，5个不同的宗教一起来，有穆斯林，有天主教的神父，有基督教的牧师等等，有这么多的不同宗教的领袖都来参与，一团和气啊，动作之整齐啊，也是很令人感动。马尼拉同样也是很多，也是修女来参与，法师来参加，同样是很整齐。在5年前的海燕台风，我们进去帮助了，有情这种的结有情啊，紧紧的牵住了这样的因缘，他们呢也是一样，连连这5年来，他们都要浴佛，很整齐。马来西亚槟城有华士们，还有当地的慈济菩萨，把那样的竹筒碎叶呢，这样的根啊，还是锁住空中拍照啦，还是一样的很有道气啊。这就是在槟城，还有雪融，雪融啊，人也是很多，同样的不同道场的法师在当地，慈心不上啊，也是在纪念我们这个佛这个这样的一个节日啊，里面更有意义啊。尤其说我们看到近来人，这个全球暖化一直不断的已经非常的炎热了，整个气候啊，你看异常的造成各种的灾害，我们应该要积极的推动这个慈树复生。这都是呢，佛陀启发了我们，
这份爱心，就如今年呐、啊，给大家一对联，感恩、尊重、生命、爱、和敬、无争、共福缘。是啊，这就是对今年的提倡与勉励，希望啊，提倡人人重视生命，生命平等，我们要尊重生命，爱护生命，疼惜生命。实际的期待呢，人人以身作则，尝试看如数，多数都会呢多造福啦，减缓掉呢这种的气候极端。这一个动作，那省一个口译就帮助很大。常常我都会说哈、啊，现在的人间呐、啊，是众生共业，惹来了许许多多天地之间的真真许多的祸端。其实每天晚上，我都会把全球的新闻起来听听看看，听到了四大不调，全球五大洲都是呢四大不调，而且呢极端气候，而且呢病虫害瘟疫等等，一旦发现到了牲畜有瘟疫，每一个地方发现了、啊、有几只有了瘟疫，就全部屠杀。想，因为人爱吃，所以呢，盈利者就不断去养，养多了。密集空间呐、啊，气候极端呐、啊，细菌增长呢，这种恶性循环呢，所以呢，对人的身体也是因为这样，病从口入。假如我们人人能尊重生命，我们要真正的要尊重生命，发挥爱心。身体的健康其实呢是来自于五谷杂粮、蔬菜、水果、豆类等等，这都是呢给我们最足够的。还有呢，今年呢，这一伙都有看到环保回收吗？保特瓶干净了以后，不就是如琉璃一样吗？本来我们这是立体琉璃呀，很干净。只要用心一点，这一些呢，塑胶也可以成为艺术品。最好呢，就是少用它，让它呢少生产，就不会那么多的垃圾问题。在垃圾已经造成了许多国家不知道要如何处理，好、哦，这都是呢累积来的烦恼，不只是过去累积，未来呢？这样这么多人口，这样的社会经济的发达，要如何呢
不再生产，如何呢？再来处理生产过后的这个抛弃的这些垃圾。所以啊，人世间呐、啊，真的是天天都有矛盾事啦、啊。不过我们人人虔诚的受佛陀的教义，很自然的知福惜福，就是呢，不再造那么多的烦恼，这是佛陀的教义啦、啊。